天天跟我做，每天一分钟，飞碟一分钟，每周一至周五更新。啊切啊切，哼，肤浅的人类，感冒药当然要对症下药啊！快来跟我学学怎么看成分挑感冒药。药里含有伪麻黄碱成分，是缓解鼻塞的了。不过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眼压高、前列腺肥大、甲亢的人可要小心了，它会让你的血糖、血压飙得更高。运动员如果吃了，尿碱会呈阳性哦。含布尔米、或苯海拉明成分，可以缓解流鼻涕、流眼泪、打喷嚏的症状，但也会让你瞌睡或觉得很累。如果前列腺有问题，还会加重排尿困难。对乙酰氨基酚是最常见的非抗炎解热镇痛药，可以缓解疼痛，帮助退热，但对胃黏膜的刺激比较大了。吃了药之后要注意身体的反应哦。右美沙酚又叫右甲麻南，是中枢性止咳药物，容易引起神经系统不良反应，堵塞呼吸道，甚至引发窒息，很危险的。有慢性支气管炎、肺炎的人，还有老人、孩子、孕妇最好别吃哦。对了，现在购买含麻黄碱药物，比如白加黑、新康泰克这种，都需要用身份证实名限量购买哦，这是为了避免不法分子用这些药提取毒品。扫码关注飞碟说微博微信，多学点知识，早日消灭体内的没知识病毒。